个违章罚款单过了。有人说这有什么好看的，如果我说你见过超的罚款、酒驾罚款、违停罚款，但是你见过因为车内的摆件挂件罚款的吗？没有吧，估计好多开了十几年的老司机都没听过。交警给出的理由是因在车内悬挂了饰品影响视线，给行车带来安全隐患，结果被罚款50元。那么车主在车内悬挂饰品会受到处罚吗？答案是会罚款的，只要查住就一定会罚款，而且还有理有据。放置影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，罚款20至200。车内后视镜挂饰品，存在安全隐患，违反交通安全法第62条第2项规定，驾驶机动车在机动车驾驶室前后窗范围内悬挂、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，仅仅是车内后视镜挂件，包括车内前后窗范围内放置玩具娃娃、抱枕等物品，要妨碍到驾驶员视线就存在安全隐患，属于交通违法行为。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很多车主在车里确实会放置比如佛珠了、挂摆件了等等的小饰品，殊不知这样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，尤其是女性的车里更是布娃娃一大堆，以后看了此文之后还不赶紧清除隐患，不要等出了事故才后悔。我们还随机采访几位车主，询问其是否了解车内悬挂饰品属于违法行为。怎么可能违法，车内放些饰品再正常不过了，我车里就挂有个铃铛，周边朋友有的车也是各种挂件都有。调查结果显示 98% 的人不知道这属于违法行为，但是既然违法，有关部门为什么不管，任由其发展，还是出事故的几率小罢了。最后我们做了个实验，就是把车内前面中控台摆满各种饰品，再经过加速、转弯、刹车等一系列操作，大家可以看到车里大部分的摆件都已经掉到地板上，这要是卡住刹车后果不能想象，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些危及生命的小玩意吧。最后问下，你的车里有上述的摆件挂件吗？欢迎转发评论哦。